嗨，欢迎来到大波奇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单击 subscribe 订阅吧，并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。最后，请给一个 like， 谢谢您的支持，是大波奇的动力源泉。14日，网友偶遇向佐带着郭碧婷观看 F1 比赛，为好友汉密尔顿加油。照片中，向佐与郭碧婷一路牵手热聊四连体人，郭碧婷灿笑不断。热恋的状态简直太甜了。当天两个人在赛场上看赛车，时不时的热聊露灿笑，看上去十分的开心和幸福了。向佐蓄小胡须，看上去也是超帅的。而郭碧婷从尼泊尔归来，又变得貌美肤白了，可以说这对小情侣真的是配一脸了。期间还有下女孩找郭碧婷画画呢，郭碧婷也是十分的 nice， 与小女孩互动十分的有爱，而向佐也是望着小女孩满脸的宠爱，看来如今热恋的他们已经开始父爱母爱爆棚了。不少粉丝们也是喊话，赶紧加把劲儿哦。前几日向佐和郭碧婷都是去日本和比伯尔旅游，可以说两个人到处秀恩爱也是甜炸了，并且两个人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要撒狗粮的，已经成为娱乐圈十分备受关注的模范情侣了。网友们都点赞两个人就是娱乐圈新晋的金童玉女哦。近日向佐和郭碧婷还在尼泊尔当地做慈善公益呢，果然就是人美心善了。郭碧婷更是与小孩子们互动十分的有爱，想必这也是向佐和向太喜欢郭碧婷的主要原因吧。向佐带郭碧婷看 F1 赛车，小两口全程手拉手，郭碧婷与小孩绘画超暖。不少粉丝们表示，向佐虽然和郭碧婷发展得很快，但是向佐看郭碧婷的眼神都是满满的爱意的。我们也希望两个人能够一直恩爱下去，早日开花结果哦。谢谢您的欣赏，如果您喜欢请订阅吧，不要忘记单击小铃铛，这样您会及时收到大波奇的更新。谢谢。